出，喊他口号，喊他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我们才有今天。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生被抓，他们生死不明，没有下落，被共产党迫害，被中共政府迫害。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为了致敬那些勇敢的学生们，纪念他们的勇敢，纪念他们的付出，我们才有今天的自由。那么我们一起喊口号：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消灭中共，拘捕习近平。Yes.Fuck CCP. Yeah. Can I say something? 我问一下，因为我分享刘纪念，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像这种公开演讲。你这手机怎么样？阿姨可以帮我录一下吗？在我们部队救人嘛。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唯一出路。找我的朋友，然后中午晚上的夜里头，大概是中国时间差不多11点多，他们就把我父母抓了。By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r. Chocho, the Prime Minister Chocho, he said to us in Germany, he said, "We will never." 唯一出路。We will never surrender. Fuck you, China. 消灭中共。国民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消灭中共，拘捕习近平，消灭中共，中共非法统治香港，中共非法统治香港，拘捕习近平，消灭中共，重返那片土地。到时候那片土地就是自由的。Thank you, thank you. Fuck China.